起来！你不看价吗？坐那儿吧。你在那儿干啥呀？你坐那儿。我不坐，你坐吧。你给我拿一条和田酱。我的豆腐心，做一个决定。你俩到底咋回事？我俩没关系。洋洋，那你说没关系，没在一起是吧？那我换句话说，那蹭蹭也是没关系，没在一起，那带了也是没关系，没在一起啊。你。 病吧，你在这说这些，你脑子里全是废料，看别人都是废料。那行，那顺你的话，我就是这样人，行吗？我现在喜欢这样女人，开价。干嘛呀？喜欢吗？啊？行，够挣着钱。你不喜欢吗？开价。我看能开出多少来。你给我整这出是吧？行，开价是吧？ 躺那儿，开价。起来！你不开价吗？为什么不开了？为什么？ 没事儿，都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我们真的没事儿。你俩真没法儿吗？那我明天我就把他都给辞了。当然你说了算呀。你想我保着。没保着。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行了，换身衣服，出去吃饭吧。哎呀，老公最好了。快去吧。哎哎哎！别！你再玩这多少？